造完美金店面，从柜台开始。一个柜台的背后，尽量不要讲，这个我们柜台通常前台的守护。第二个重点，柜台内部如果能够比外面高一点点更好，高人一等，然后内向外看出去，尽量在柜台的脸，要向着风暴、车潮、前潮、水潮。